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打吃这个。好。我要先吃这个。好，那你打开来吃吧。这个是，你看哦，这个是爱心形状的糖果、哦。对，还有一种。嗯。这饼干不是糖果哎、欸啊！是吃饼干不是糖果？嗯，好吃吗？不是。看一下哦，它是看起来像爱心糖果的饼干啦。什么口味的？草莓。真的、哦？如果一到一百分，你给这个饼干几分？你给这个饼干一千分，这么好吃哦，真的哦，比一百分还多一千分哦。哦哟，这个饼干那么高分哦，天哪、啊，它上面有小小花花哎，好漂亮哦。好，那你快点吃完吧。哇，塞进去了。好，垃圾给我，帮你丢掉。